上个周末的解锁，只为这个慵懒的我，昨晚的外套跟着谁走，先不管，先确认几点，冰箱里食物一直不够，一日餐 only 外送，怎么可能又已经分完了，找不到遥控器，没戏剧我碰碰运气，先让洗衣机休息，东西待会我再清理，难得邋里邋遢。